为什么要关门呢？明明来的正是时候。哦，听您的，我会穿好衣服的。没问题的，已经可以进来了。老师，是不是在期待些什么呢？您说教室里有一股香味，难道说您对少女的体香感兴趣吗？开玩笑的，其实是我新买的沐浴露啦，而且是和小春妹妹身上的香味同款的，您要不要也试试呢？同样的味道可以拉近大家的距离啊。我猜老师应该很喜欢这个味道吧，那您喜欢的话也送您一份。可惜没有把小样带在身上呢。不过您知道吗，贴身的衣物留香会更久啊。在想什么呢？只是一块手帕而已啦。您问我为什么这么早就来教室？为什么呢？可能是想早点和大家见面吧。最近需要考虑的事情太多，稍微有点喘不过气了呢。是吗？可以多依赖您的吗？那不如我们继续刚才的事情，一起在这里吧。哦，啊，我只不过是想先掉，再按步，然后一起做姿势，体验别样的心情嘛。明明刚刚还说要我依赖您的，老师为什么要逃跑呢？